首先将这个复制线插入到那个上面那个 data 数据口，两台都要插入。Channel mode。然后两台都打开，打开这个 relay 功能 ，relay 就装置功能。第十一个菜单，它这里就会有一个图标显示出来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手台的频率，一个是 462.7 一个是 467.7， 两个频率是不一样的。然后现在我们经过这个车载台给它中继一下，它就可以收到。你可以看到右边的车载台呢正在发射，然后左边的车载台正在接收，看那个底下那个图标可以看出来。然后右边的手台是已经收到了，接收到了。我们现在把那个车载台的那个复制线拔掉，然后这个手台再发，它右边的手台是收不到的，说明我们的这个中继功能是有效的。